好，基本上这就是我们刚刚就是用 HiFi News 这张唱片我们做的巡回测试，就是我们现在是把抗滑全部关掉 off 状态，然后我们唱那个第一面的倒数第二轨啊的300Hz 的 mono 讯号。那这个是 Visual Analyzer 这个软体它显示的状态，上面部分是示波器啊，示波器我们看波形就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呢，还是一个圆滑的那个300Hz 讯号的状态嘛？哈，那上面这个红色的是右声道，右声道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看到有缺角，这就是很明显表示右声道的失真，比左声道大很多。那这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抗滑关掉，所以现在有一个向内的有一个侧向力把那个整个唱针向内拉过去，那向内就是左声道，左声道比较贴的话，失真就比较小。那现在右声道就有点像那个车子汽车开轮胎转弯，轮胎快离地了，所以失真就会大很多。所以这边出现，这个正弦波已经变成就是上面已经缺角的状态。那这个 Visual Analyzer 下半部就是 Spectrum Analyzer，就是频谱分析仪。那从频谱分析仪上面可以看到，就是这个300Hz 这个是 fundamental，就是基因的部分，就是讯号本身只有300Hz。那300Hz 出现之外的频率出现的。那就是失真了，就是所谓的斜坡失真。像这个300之上，下面就是600，然后上面900、1200这样上去啊。那我们现在从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300本身是还好，但是你看到600之上，都是红色比绿色高近将近两三倍以上就非常高的地步。那就代表失真的部分呢，就是右声道比左声道高很多。那从数字上显示也是，它这个左上角这个频谱仪的左上角显示 THD 的大小。那 THD 这边显示绿色，左声道才0.499那右声道红色的3.98，差不多差了10倍左右。这就是把那个抗滑关掉你唱的时候失真，左右声道失真就会不平衡。那也代表就是说左右声道它的音沟所受到的压力不平均。就是这样，实际就是把抗滑调到底，调到最大，那这很明显就是抗滑过大的状况。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示波器的显示波形，很明显的，现在红色是一个圆滑的正弦波的状态，但是绿色左声道可以看到，就是绿色出现缺角所以这个缺角的程度差不多跟一开始没有抗滑，然后右声道的缺角程度是类似的，所以现在就是说变成抗滑太大，变成那个力量。侧向力是向外的，很大的，然后右声道变得很跟唱针就是密合力压力比较大，密合很好，但是左声道的密合就比较差，所以就左声道开始出现相当大的失真。那这个就是那个示波器的部分。那我们看下半部这个频谱分析仪的部分，这边很明显可以看到，fundamental 就是基因之上300之上600、900、1200。的失真的成分，300以上的都是失真的成分都是绿色比红色要高很多，代表左声道失真比右声道的失真要高出很多倍。那这边看这个 THD 的数字显示呢，也可以很明显看到嘛，THD 现在左声道绿色是7.6级那右声道才0.22，这也差了几十倍这就是抗滑对失真度的影响。是相当大的。那现在我们刚刚就做了实验，第二次实验就是我们把这抗滑调到差不多跟增压一样的数字比二少一点点的地方这是跟唱臂的调法是这样子。那很明显，我们播放同样的测试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红色跟绿色都看起来都是很圆滑的正弦波的样子就是刚刚红色那边是有缺角嘛，现在没有缺角，那现在绿色也是圆滑的。那我们现在看下面的那个频谱分析一部分，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同样的音量，这边高阶的那些正弦波失真的那个斜坡失真几乎都不见了，它只有在大概三倍频的900Hz 那边稍微有一点失真上来，而且左右声道的失真都很接近。那这边我们看 THD 的话，现在一边的声道是0.156。左声道、右声道是0.200所以右声道虽然高一点点，但是已经很接近了。这个如果说我们在这边抗滑再修正，也许要再大一点点再大一点点的话，就可以把这两个声道的 THD 就调到接近一致
那这边已经也显示，就失真已经小很多了，所以这个听感上是绝对是有差别的。但是听感上失真比较小，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觉得好听？这是另外一个讨论的范畴。这个我觉得，好听跟正确哈，和失真小，这个是其实要分开来讨论的。那我个人追求的是说，至少我们先找到一个起始点，从失真小的地方开始，从那边我再来追求好听，我觉得这样比较不会偏差太多。那这是我的基本哲学之一啦。